来玩这个游戏《吞食三国》，这应该也是老游戏了。什么吞食魏蜀吴啊，还是什么？反正这种类型游戏，去年就玩过两三次了。点击跳过。我最早玩的时候好像是2年前的吧，但是实际的话，好像更早以前就已经推出过了。好了，我们大概看个画面吧。来勾起各位的回忆，好不好？月卡，好贵哦。终身卡，这个终身卡不能买，你买了就变韭菜了。这游戏已经出很久了啦，只改名不断再重开而已啊。你现在不玩，今年还可能还会出现个一两次不同名字的，然后明年还会再出现呢。哦，所以千万不要买终身卡嘞！搞不好你买了终身卡，后面你要玩的时候，它改名重开了以后，你的终身卡又白买了，然后再买一次，又变成第二层韭菜。韭菜哥啊哥，韭菜哥啊哥，元宝，这里还有攻略，然后。这里阵容推荐，再来超级会员，客服一对一哦，你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图，怎么可能？搞不好实际上的妹子长得不怎么样哦，不要被冲脑了，不要被下面给冲脑了。挑战 BOSS，挑战 BOSS，好小声啊！对啦，好，要打三下。上一支影片我就有在做这个的配音啊。再来，哎呀，这次啊，三下了。这今天玩的时候没有掌握到节奏，不太行。都没给东西啊！啊，都没给东西，没诚意了。我今天玩的游戏啊，都太笨了，就到副频道就行了，根本不配上到我主频道来，好不好？还有人在上面聊天呢。60关才开启啊！这其实，这有几个是托啊？全都是狗托，好啦，我就玩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